穿新衣。星期二猴子。猴子切老二。我今天想要问你们，小时候有没有听过一些顺口溜？然后我等一下会念给你们听，那你们看能不能帮我把它接出来？小皮球、香蕉油、满地三七二十一，满地三七，我忘了，我记得满地管他三七二十一，都一样。满地开花二十一，太好笑。小皮球、香蕉油，满地开花二十一，二五六，二五七，二八，二九，二十一，三十一吧，二十一啦，好。小皮球、香蕉油，没听过吗？没有。小气鬼喝凉水，明天早上变魔鬼。有一些版本是什么？早上起来變，早上起来刷刷牙，看到妈妈在洗澡，看到你在讲，还敢继续讲？看到爸爸妈妈，要老害羞。这个在床上走很多。我叫妹妹，吹喇叭，妹妹害羞的低头，我摸到她的，要老害羞。小气鬼喝凉水。起来变魔鬼，输掉球运了。上班起来什么吗？半夜起来变魔鬼。城门，城门，城门，城门几月开？啊，三月，三月不开几月开？啊，是荷花，荷花，哎，荷花，我没有写到这一个。城门，城门。下来。它是伦敦铁桥。金蛋糕，三十六把刀，骑白马带把刀。要走进城门花一跤。感觉我们都不知道。对不起，敬个礼。放个臭屁送给你。放个屁送给你，放个屁送给你。你的童年还好吗？你是不是没有童年？没有童年。那你跟我说，好丢脸。有听过吗？好，剪刀石头布，你没穿内裤，你就这样结束了。后面还有吗？这不就没了吗？内裤夹在联络布，老师看了很生气。后面我就。内裤夹在联络布，送给老，送给你妈当礼物。是吗？你妈看了很开心。被老师一脚踢到美国去。好，是吗？你妈看了很开心，一脚把你送到孤儿院去。孤儿院老师很漂亮，边吃边放屁。这整个错乱的版本吗？夹在联络布，老师看了很生气，一脚把你踢到美国去。美国的小姐。美国的小姐，可能我就后面忘了。美国小姐真美丽。边吃边要边放屁。他先送你巧克力，然后你才边走边吃。还有先送巧克力哦。对，他说送你一盒巧克力。这么好吗？这么甜。对，就这么甜。一角、两角、三角形。四角、五角、六角、半。对。七角、八角，手叉腰。所以对于他讲出来这些东西感到非常厉害，非常的佩服。四角、五角、六角什么？半。七角、八角，手叉腰。可以配动作吗？九角、十角打电话。提议猴子穿新衣。星期二猴子，星期三猴子，那没讲完，肚子饿。星期三雀巢山，星期四考试，星期五跳舞，星期六斗六，星期七，星期天什么？猴子。星期二猴子肚子饿。星期三猴子去爬山，星期四猴子去考试，星期五猴子去跳舞，星期六猴子去斗六，星期七猴子擦油漆，星期八猴子吹喇叭，星期九猴子去喝酒，有星座有，星期十。猴子出门忘记带钥匙，走在蹲在门口挖鼻屎。好厉害哦！我没有查到这个版本哎，这真的是新竹版哎。星期二，猴子切老二。被铁青有收到吗？当然有啊。然后星期三猴子去爬山呐。啊，对对对，猴子星期二过得特别精彩。星期一猴子穿新衣。星期二是不是又猴子又干嘛了？星期三呢？你创作一下，你创作一下。去爬山。哦，答对了，你答对了。星期四猴子去考试。哦，你很厉害耶，你很厉害。你其实是原作吧？小姐，小姐别生气。哇，有吗？有吗？屁啦，真的。小姐，小姐别生气。明天带你去看戏。看什么戏？看你爸爸。看你妈妈流鼻涕。哈哈，好笑。爸爸记得妈妈。我就看你妈妈流鼻涕就已经很呛了，就是后面就太多了。就是把麦克风给对手。今天晚上去找你妈妈。明天早上你早上起来，你叫我爸爸。对。台东王王八蛋。山秋千。千千。牵牛花。花花。花生。嗯。花仙子。对对对对对，花仙子。什么？你是我的小孩子？你要帮我写袜子？有啦，后面有啊。好像有一个版本。对对。纸飞机。
然后呢？机关枪。是不是随便接龙都可以啊？不是，真的是。是不是随便乱接龙都可以？那我们三个是枪大哥、歌仔戏。什么枪大哥？戏，然后后面最后一句，我记得有最后一个。太多了吧？力气戏。小姐，小姐，别生气。之前有听过，但我忘记。明天带你去看戏。看什么戏？超长的。对，你没有听过。因为我那个。啊，你哪个？力气戏。啊，心理学那个，心理学那个。哇，后面这么长啊！谢谢谢谢谢谢！海龙王，王八蛋，蛋叫牵牛花，花仙子是我的卫生纸，今天帮你擦屁股。哇！你妈的头像皮球，这怎么越来越猎奇？最后面的是你妈的头像皮球，你不要用那种尴尬的眼神看着我，你妈的头像皮球，一脚踢到百货大楼。我也是，阿公阿爷迪卡贝隆哦，贝让贝滚哦，哥达，你在啥地方哦？咿呀，什么？就是的金甲醋鼻。那你们知道三六狗是什么吗？这是什么？这一个，然后有两个技术，然后你确定吗？滚到一个那个吗？然后他们要拿去煮。三六狗是泥鳅的意思。哦哦。鸭底头，每个都滚打滚，滚打滚，滚掉几呢？噔噔噔，特别好听。还有灵动金刚枪，哇哈哈！阿妈的香，阿妈的指甲，什么之类的。咿哦哦，没有哦。阿公还阿妈。阿公鸭底，然后筷子鸭什么东西啦？对，骨头吧。听过 TOO 吗？会不会？没有了，我也不知道。那是周杰伦吧？天灰灰会不会吧？天灰灰不会。火车行到伊都，啊，等你的酒，哎呀，放空来，放空，哎呀，伊的丢丢。你根本就在敷衍嘛，就哎呀，也丢丢。想问你们童年的时候有没有玩过一些像是红绿灯这一类的游戏？闪电布丁，因为是我同事跟我说他们玩过闪电布丁，但我们都没有听过。你可以解释一下怎么玩吗？布丁就是红啊，然后闪电就是解除别人的布丁。电什么东西的？就可能我要说什么我保护之类的，然后鬼就不能抓我。嗯。然后要我的同伴帮我电一下，然后我才能动。对啊，冲过去说电电，红绿灯电电，然后就跑走，然后你就可以动了。就只是玩一些很普通的抓鬼人啊之类的。抓鬼人。鬼抓！等一下，那会玩什么墙壁鬼或什么大白鲨？有。花神啊，小学校车大家都会玩。那玩过什么007啊，007？哦，有。那你记得手势吗？是有什么装子弹啊，什么防护罩？大白鲨。那你记得大白鲨怎么玩？在设施上面啊，啊有人会在下面抓的。拼拼啊。啊？拼拼。拼拼。用死已经。豆片。豆片好像有听过，就可能听我阿嬷说。老师说，老师说，是老师说吗？僵尸的僵尸的僵尸脆，僵尸的咚咚僵尸脆，僵尸的夜夜僵尸脆，僵尸的咚咚僵尸脆，僵尸的僵尸。他是台东人，他会爬树打猎，真的啦，真的。没有到打猎啦，可是我的确会爬树。我们刚刚从那边走过来，然后就开始爬，我就阻止他，然后说忍不住。看到我现在很累，他就忍不住一直爬。你们是原住？我们两个是原住，我是阿美，我是打舞。哦，你是打，好酷哦！哎，你的头发有打舞族的感觉。哦，真的吗？真的有吧？有吧？打舞族都穿丁字裤吗？嗯，那你今天有穿吗？我今天没穿。今天没穿。他带我哭。所以你真的会去打舞族？不是还会有那个飞鱼季吗？嗯，对。你有参加过吗？对，有。要跳一下是吗？可以吗？就是大家躺着穿，然后穿嘛，然后得，这样我也会，得，然后得，没有，你如果不是打舞族，你跳的时候就是怪怪的。我会两只老虎的母语，等一下让我想。他当初就是用两只老虎的母语，原住民语的收服我的心。所以你们是情侣。我们见面才见过十几天而已，全部这样算下来，好像都素食爱情嘛，虽然很垃圾，可是很好吃。谁很垃圾？杜莎杜格拉，杜莎杜格拉，阿奇卡亚，一直没有。你怎么突然变抗议了？原住民语跟中文好像有点像，有些无法翻译过来，他偷偷换过去，一直没有。
泡面忘记了。我觉得我在台北上班，他们是顶多骂靠北这样子。哦，对，超常。南部的话就是。你啊，有味道。有时候真的很生气的时候，就说你啊，你白讲的之类的，就是很难听。就是有时候上班上一半这样讲出来，是真的会很难听的那一种。你是说你会没有发现台北不会这样讲？他们就说哦，你很靠北。然后女生嘛，干都是干。南部人就是你啊，歪呀，这样子就是会拉，就是那个一个就是拉长一样。这样才有味道，对不对？然后阿妈会跟我说，就是阿妈教我的，你鬼给灰暗路加油啊之类的。我们就在那里要消音几次，怎么都好像哔哔哔。